请不要离我太远，害怕黑夜的寂寞。起猛了，看到杀马特火龙果了。不懂就别乱说，没品的东西。小年轻学什么不好，看我不修理你。修理就修理，你咋还打击报复呢？好恶毒啊！我这是给你掐尖弯枝，好促进开花结果啊！这个老枝条结过四五次果，不会再结果了，该退休了，这才是火龙果该有的样子嘛！不用谢了。呸！害得我都泯然众人了，我才不谢你！没完了是吧？这么多果子，你拿什么营养养活他们？直接一个好，知道不？只剩咱爷几个相依为命了，我可得好好照顾你们。火龙果这么休闲，长出来的果子果然又大又红又甜啊！我是真八角，你是假八角，你有毒，你才有毒，我才是真八角。啊！都是一家人，吵吵闹闹的，多伤和气啊！谁跟假货是一家人？我是八角，炖汤神器，他是假八角，学名芒草，能带你去见阎王。可为师看您俩长得差不多，怎么分辨真假？八角有六到十个角，最常见的是八个角，而芒草最少有十个角，你数一下不就清楚了？可他也有十个角，也可能是八角。我的样子圆润饱满，果实外露，芒草则干干巴巴的，把我含在嘴里有股浓郁的香料味，芒草则又酸又麻，压根没有提香的作用。原来你是个妖怪，想害我，揍你！悟空此生分明了。哎呀，千辛万苦总算结果。放心吧老哥，我一定会长成全村最大最红的苹果。老哥，你给我贴的啥玩意儿呢？叫什么苹果啊？以后你就叫宫廷平安果，180一颗。哎呦，你还真不坑穷人钱。这叶子你太碍事了，还影响你关照，我帮你全摘了。哎呦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，咱苹果甜不甜是靠叶子的光合作用决定的，没有叶子就没法合成果糖，我就不甜了。好吃有什么用？长得漂亮才卖得出去。可我屁股还晒不到啊，绿色的怪磕碜的，咋整啊？这简单，看我帮你把这玩意儿也染成红的。宫廷平安果180一颗，这果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。入球一碗汤，不用医生帮。对的，没听老一辈说过汤才有营养吗？这块肉不如丢了。喂，本是同锅生，相煎何太急啊。切，咱俩炖了那么久，你的营养物质早就全给我了，你现在就是块没有灵魂的残渣。我体内大量营养物质，比如钙和蛋白质都不溶于水，只喝汤不吃肉才是白白丢掉90%的营养呢。咱俩炖了那么久，你看我这颜色又白又浓，不是营养是啥啊？你看看这是啥，好多嘌呤和脂肪。很多人觉得汤越白越有营养，其实这都是脂肪乳化了。汤炖得越久，脂肪嘌呤含量越高，不仅不补身体，还会增加痛风、肥胖和高血压的风险。嘿嘿，这么说来，那我泡温泉岂不是也能把脂肪泡出去啊？挡我阳光了，走开点。干嘛打人？而且是你过界了，打的就是你，我要让你从架上掉下去。你这顺时针绕慢方式，谁掉还不一定呢。顺时针咋啦？难道我还真能掉下去吗？你这乌鸦嘴。幸好我是逆时针绕慢，不然下场和你一样。这有啥影响？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，让我们发育得更好，我们茎的顶端就随时朝向东升西落的太阳，所以生长在南半球植物的茎就向右旋转，你反方向绕慢，当然容易脱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。哎，才下了几天雨就吵成这样了，得用火烤干一下才能用了。你个胆，哪来的炸药居然敢冒充化肥谋害我。冤枉啊大圣，我叫硝酸铵，是正儿八经的铵胎氮肥，但同时也是一种强氧化剂，加热当然容易引发爆炸啊。不能加热，那我拿铁锤敲碎总行了吧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，这次又是什么原因啊？不止火，强烈碰撞也会产生热能，我不能砸的。你这化肥怎么这么难伺候，不用了。大圣别急嘛，虽然我不能用铁锤敲打，但用木棍轻轻碾碎还是可以的，而且我极易溶于水，
退水适用，我还是好化肥。幸好我有主角光环，炸不死。要是换成普通人，遇到你这氮肥，可就得小心喽。大爷，这么老了还出来工作啊？叫谁大爷呢？我就冷库里待了会儿，咋还霸凌人呢？你肉都发白了，这么不新鲜，谁还要你啊？这你就见识少了。灯光，就位。哇，这什么美颜神器啊？当初长你的那头猪都认不出你了。这叫生鲜灯，能让肉看起来更加红润有光泽。哪怕是我这种冻猪肉也能重返青春，变成小鲜肉，价格卖得更高啊。可这不是骗人吗？咱俩都一样了，还分得清谁好谁坏吗？摸一摸不就知道了。像你这种鲜肉摸起来有弹性，不沾手，而我们这种不太新鲜的，摸起来一股紧实感，没回弹。怪不得现在年轻人不爱来买菜，缺斤少两秤，重返青春灯真是防不胜防啊。哇，居然是鸡总君，这下赚大发了。老哥，我还这么小，都不够塞牙缝，放我回去长两天再来吧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鸡总君被人发现了就不再长了？你肯定是想借机溜走。冤枉啊，人生会跑的事都辟谣了，你怎么还信这些？我只是长得慢而已，只要不破坏我兄弟的巢穴，就还能长。你还有兄弟？来吧，让我一锅端了回家炒菜吃。喂，我在这儿。咋是白蚁？我和鸡总君可是共生关系，我们白蚁可以维持鸡总君生长需要的环境和营养，而鸡总君大哥也会回报我们，提供小白球菌让我们吃。很多人贪得无厌，为了多采些鸡总君，会把我们的家也破坏了，这才导致后面这块地都没有鸡总君生长了。原来采菌子还有这种大学问。我这么摘，这下明年就还能吃到美味的鸡总君了吧。春天喽，开张喽，自助餐开炫喽。喂，我在这儿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突然就被你这鸟给吃了。这叫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，放心，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来救你。破喉咙，破喉咙，去去去，我刚剥的庄稼呀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看来得拿出杀手锏了。不就是一地鸡毛吗？这能行吗？放心，来田里我就干三件事：驱鸟、驱鸟、还是驱鸟。让鸡毛飞一会儿吧。哟，老哥，最近换口味了，嘿，怎么不敢来炫了？真当我是傻鸟不成？地里这么多羽毛，看来已经有我的同类遭你们毒手了，我才不上当。嘿嘿，地里撒鸡毛果然能吓鸟啊，这下可以安心发育了。